黑球王子波球在昆仑决擂台上三局完胜彭定峰，拿到了对阵中国拳手的12战全胜，看似成绩光鲜，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吗？比赛中中国选手袁彬表现出了他昂扬的斗志与精湛的泰拳技术，比赛刚开局袁彬就用极其猛烈的轻功给波球造成很大的威胁，第二回合袁彬依然保持着高频率的轻功，尤其是他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3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3。